这场名为美国最高的歌唱圣诞树表演是由美国密歇根州莫纳海滨高中唱诗班的学生们带来的。唱诗班的学生们钻进一棵高达20.4米左右的圣诞树，并露出腰部以上位置，在圣诞树内齐声合唱。美轮美奂的灯光效果加上唱诗班动听的歌声，为前来欣赏的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圣诞大秀，让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圣诞节的节日气氛。由于站得越高越显拉风，唱诗班的成员们避免不了都爱站在高层唱歌，为此唱诗班的导演特地制定了一套规则。别看唱诗班忙得热火朝天，他们的父母也没闲着，唱诗班成员的父母们同样位于这棵巨型圣诞树内，帮助他们完成表演。